老板，我要同款路飞肉。老板，这么萌的小熊你是怎么做的？味道一级棒。老板，来份水果关东煮。好吃又能玩的果冻，你是怎么做的？这么可爱，我一口能吃十个。想吃鸡朱古力搭配甜甜碗碗奶，燕麦雪花酸奶丝花麦奶雪一搭配，吃起来都是高爆脆味道。女孩，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，为你学会。跟里飞水果中有料酒和生姜伴左右，三人咕咕多成泥加味料再给甜甜风味，穿成圆圆入蛤蜊送，如果你炖它十分钟，出锅调好蘸料汁淋上后再来一点点装饰。吐司片上放一块芝士阿拉蕾，棉花糖再拍拍做棉花阿拉蕾，烤箱中火烤一烤，然后取出撒上可可粉去点缀。记得按时吃饭，夏天胃口不好，那么来做这一大拌面，它不仅卖相很好，它还非常的开胃。什么小米辣芝麻，又有盖上辣椒面，香醋生抽盐，雪梨尖椒咸味蕾，黄瓜要切丝，摆盘一二三四五，泡面沸水煮，跑出后酱汁混，花生下锅炒，久久力必须煮好，千万不要全炒好碗中倒。想这样祝你好。
长的半路温暖。